老师非常的活泼天真又美丽又开朗，而且非常的用心努力，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他。让我们欢迎小明老师。嗨，哎，小明老师好。各位媒体大哥你们好。是，小明老师来讲讲，就是自己在尤其在歌唱班当中有很多孩子他们的努力展现，你每次都是用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最大的祝福。因为其实常常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，像我们这次为了这个演唱会，他们常常都是排练到早上5点钟。哇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所以真的是天亮以后说晚安哦。对。是，那尤其你看到很多孩子他们的努力用心，你说有好几位资质都非常好，所以你也非常期盼他们真的能踏上这个舞台。对，我相信他们真的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，凭着他们的努力，然后刚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学院的一个栽培，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机会的。是，所以阿庆老师自己呢，梦幻游乐园当中歌唱这块你也非常的在意。对，其实我们小明老师真的调教出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，包括今天也来了几位，对不对？是，对。那我们也是欢迎他们一起出场，我们欢迎我们歌唱班的孩子。嗨，好 ，pose 摆出来，快快快！帮助这边是一个舞台哈，这边是一个舞台 ，right？ 来，视线正中央，好不好？好，正中央，正中央，眼神一致，正中央。好，再来我们的右前方，右边，看一下我们的右边。好，请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，这边我们的左前方。好的。